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是在跨年演唱会的彩排现场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后场，我正在看《浮屠缘》在线追剧。我来录了3次湖南的跨年了，今年终于圆梦唱可以唱 rap 了。恰似无声的伏笔，醒来这时刻下意识走走，一创伤遍地。黎明之后眼睛污垢，脊梁柱化为灰烬，敌人却还嫌不够。妄想从我身上刮去，怎能再忍？让我心滚烫，是蛹儿的造句搭建在夕阳里，马蹄水踏水。哎呀，好气儿短。小时候背课文都没那么准，但凡有点这种背词功力，清华北大早考上了。是。好，各位老师，我们接下来排王鹤棣的就到你了。彩排完有什么感想吗？蛮爽的。唱 rap 是不是就是拿捏？基本上。拍个 live，游戏都不打了，来，摘掉，摘掉，不，别摘掉，再一半，刚刚那样，看清楚，慢慢戴上啊，预备，别说话啊。待会儿再走出去吧。等会儿可以，等。Hello，倩姐。哟，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没呢，我过来逮你进我的 vlog。哎呀，耶，大哥，大哥，欢迎你，欢迎来到我这里。咋？你这跳了一下？年纪大，感动感动。我看你这个，给大家看看休息室大哥的肌肉。啊，穿这么好的福利，穿什么衣服？要上台了，等困了，让我台下把这个场子给炸掉。王老师好辛苦啊，要从第一个节目一直排到最后一个节目。上台拿错了，拿这个。上台拿错，拿成扇子了。然后，歌声出来了。这一遍排完了，就明天正式演出了。上班了，我们要去跨年演唱会了。呀呼！大烟云里恰似无声的伏笔。观众猎人呢，他就是死了过，他可以拉一个人开枪带走一个人，和他同归于尽。不要交头接耳啊！该闭眼就闭眼了。谁要闭眼？所有人。来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。男人杀人，预言家请睁眼。预言家，你可以验一个人的身份。怎么验？废话！怎么验？冲！Let's go, let's 五度。来，哎，怎么比的 ？Let's。现在是这个了。Let's go, yeah！ 加油，各位，辛苦各位，加油！
回想起去风雪中堆积，遥遥数月似无际，血染樱花烟云里，恰似无声的伏笔。唱完了，唱完了，刚唱完，加油加油加油。看来快说说我的舞台表现，你们拍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的跨年演唱会之旅结束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暴富发大财，身体健康。